我这一楼，我操！我在三楼很安全。哎呀，走了走了走，救救救！我能他，我能他，你上去。我这边拦着了，快快！我这边一楼，我有还。我操，为什么又能炸到又躲？倒三个，那不是倒两个吗？倒三个，倒三个。我操，真没给他打死，很残的。哎，我这还有个人。我操，老六，我们面前。三二楼了，三二楼了。 在二楼，你屋里面，你们左手房间那个，我在屋子里面，哎，房间里，能摸能摸，被包了，兄弟，我摸人了，没脚步，我也没包，我操，包捡，快丢快丢，丢呀，他妈的！ 这队友不知道在哪，我心态崩了。打药打药，车溜了。不是你崩什么吗？这不是实力打人吗？你崩什么吗？他只一，他在翻一楼。倒了。 小房子，左边那个小房子，死了死了，牛逼牛逼，后面有人打我，撞楼，我被原点打的，我二打，我二打，我在封烟，别叫，这补的，我操，屁股来人了。 别急，兄弟们，先躲一会儿。石头，石头打头了。我操，没打头，兄弟，没助攻，打了一枪手。我都有助攻，操了都。我没助攻，我打他头了。我太准了，兄弟。老子有助攻。哎，我右手还有脚步。妈多枪。他在哪里啊？这个人。二层楼，二层楼。二层楼一楼。 下的，左边左边。哎，我左边坡有个摸上来了，我左边坡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等我一下。直接干，兄弟们。牛逼牛逼，左边左边有人滑车了，刚刚。对对对。就一楼那边，上打二了，兄弟应该。哎，完了，兄弟们。我们再跑一下。 我就知道应该被你狙死了，先这种跟你对狙的兄弟，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兄弟。哇！哦，小卡拉米被我逮到了，小卡拉米。